你从哪旮来的嘞？出藏口那儿。大寨地方出生嘞，你活你这样活的了吗？都活个像老老化的了，不能充电，怎么还都是新能源车？你舅你是跑了多少公里了？我等一会儿来给你查户口来，来查户口这儿来。你欠你的钱儿，你赶紧给了你吧。27号，七年的工资是8000。拍价回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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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价回不了。哪样的别考的呢？军委，军委，别个军委的，自个儿的一压根儿怎么了嘞？都是你户今年所有的各项开支啊。咱做不动了，你们新华书记在这边来了。新华书记早都查了，现在。